我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命名来到开始今日晨早的聚会，请我们来到聆听神的话语。和珊啊，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命来的是应当称重的，高高在上，和珊啊！请我们弟兄姊妹一同站立，用我们的歌声来到赞美同埋欢迎我们的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神啊，在这个不安定的世界之中，我们知道我们得罪了你，求主你宽恕怜悯，赦免我们的罪过，赐我们有洁净的心灵。
神啊，你就系嗰位坐喺天上宝座上尊贵嘅羔羊，让我哋今日带着一个敬虔嘅心灵，进入你施恩宝座前，嚟到尊仰你嘅荣美，嚟到你嘅面前俯伏敬拜你，因为你就系我哋奇妙嘅救赎主，系我哋生命嘅源头，系我哋嘅山寨磐石，又系我哋随时嘅帮助。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俾我哋嘅主耶和华，直到永远。神啊，喺呢个嘅时刻，孤独实在系好困难，因为我哋都系为咗社群而相似而被你所做嘅，并非系作为禁闭独居嘅人。但我哋系感恩，因为无论任何孤单嘅时刻，你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亦都是没有忘记了我们。求神你再次提醒我们，目前的社交隔离和孤立的状况是不会到永远的。求主赐给我们力量来度过这个艰难的时期，亦都藉此能够更加扎根深厚地来到连接着你和你的子民。求神将你的慈爱、平安和希望加倍赐给我们，稳固我们，因为我们是切切需要你的帮助，亦都是再次提醒我们，神啊，你的应许是永远不会改变。主啊，求神你在今天的崇拜当中，你就祝福我们每一个能够用心灵和真理来敬拜主你的信徒。我们亦都深信，亦都确定，神啊，你一定会寻找到一班能够敬拜主你的信徒，因为我主，我们是愿意献上，我们是愿意敬拜主，就求神你悦纳我们今日晨早的敬拜。我们以上祷告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们。请我们一起来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在网上一起的来到去敬拜神。很多的地方呢，因为有封城、封国或者是锁国，要求呢居民都要留在家，还有限制所有非必要的活动，如果不是必要的商业活动呢都要暂停，亦都限制国民呢出境去公干啊，或者去旅行，学校亦都要闩门。但是有些的学校亦都在那里强调啊，他们是停课不停课，老师呢可以在网上呢继续的来到去教书，学生呢亦都可以在网上继续的来学习，而且呢还要做作业，要交他们的功课。功课呢是给学生来到预习或者是复习他们刚刚所学过的这些的知识，能够呢使学生有更深更多的认识和知识。我们人生所遇的各样的遭遇的里面，其实呢也都是给一些的功课是要给人学习的。今天早上我们呢是在面对新冠肺炎的病毒威胁之下，我们都要学习一些属灵上面的功课。我们呢今天会藉着大卫的遭遇，给我们在这里来到学习怎么样的在这个病毒逆境的下面来学习一些的属灵的功课。这个呢是我今天的要讲的一个大纲，就话呢是逆境下的功课。
我哋会透过撒母耳记上22章第1至到第5节，我哋咧要喺当中学习三样嘅功课。第一，原来神藉着呢一个嘅逆境，系要使到人咧更加嘅要亲近佢。第二，使人咧多经历神。第三，使人咧能够成熟成长。我哋咧先读下呢一段嘅圣经，就系咧喺撒母耳记上22章第1到第5节。大家咧都可以跟住我嚟到一齐嚟到系读出嚟嘅。第一节话，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凡受困逼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做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大卫从那里往摩押的米斯巴去，对摩押王说，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大卫领他父母到摩押王那里，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他父母也住摩押王那里多少日子。先知加德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去。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我们知道扫罗本来是神所拣选成为以色列人的第一任的皇帝，但是扫罗因为犯罪得罪神，所以是被神来到是弃绝，亦都命令先知撒母耳另外告立大卫作以色列第二任的这个的皇帝。扫罗为了保自己的这个的皇位，我们藉着这个的历史书，我们见到扫罗多次的要去追杀这个的大卫。最初的时候，他不是自己亲手的来到要杀害这个的大卫，他是想藉着其他的人的手来到呢是杀害这个大卫。好似扫罗话，佢预备咧要将佢嘅第二个嘅女米格俾大卫为妻，但系咧要求大卫咧要有100个非利士人嘅羊皮作为咧呢一个嘅聘礼。我哋睇到圣经特别嘅嚟到去讲到，就话咧呢一个嘅大扫罗佢系想藉着这个的非利士人来到呢是去杀害他的。后来也都要亲手来到去杀害这个的大卫。在撒母耳记上我们见到呢扫罗呢不少于10次他要当面的呢要刺杀这个的大卫。也都呢到处寻索大卫的名字。大卫可以讲话咧，佢系非常嘅处境，非常嘅呢一个嘅危急。最初喺逃难嘅时候，逃避扫罗嘅追杀嘅时候咧，有祭司阿希米勒俾大卫咧一啲嘅圣饼，同埋咧一把嘅刀。因为呢件嘅事情，祭司咧后来全家咧都被杀啦。跟随扫罗的人冇一个人咧敢落手嚟到杀呢一个嘅祭司，因为祭司系代表呢啲嘅百姓嚟到去献祭，嚟到去侍奉神嘅，所以冇一个嘅犹太人敢杀呢一个嘅祭司。扫罗就吩咐以东人多益就去杀死呢一班嘅祭司。嗰一日被杀嘅祭司有85个。你会见到咧，当时嗰个嘅情况咧，系非常嘅危急。
大卫的爸爸和他的家人呢，本来呢是和大卫一起呢是同住的，但是因为呢这几次的危机的缘故，所以呢大卫就安置他们在摩押王的一道。正话我们所读的圣经话，他自己却住在这个的旷野，住在这个的山寨的当中。但是呢好奇妙的，在二十二章的第五节那一度呢，我们见到本来大卫已经是逃到外邦人呢摩押的地方，他本来呢是得到摩押王的政治庇护，不应该呢是怕这个扫罗来到追杀他的。但是22章的第五节说，神却吩咐先知加德向大卫说，不要呢住在山寨，要回犹大地去。换一个说话讲，即是说呢要大卫呢去继续遭遇扫罗的寻索他生命的这个危险。啊，这一件的事情呢实在是使人呢难以明白的一件的事情。虽然呢大卫可能呢会遭遇这个的扫罗寻索他生命的危险，会遇到这个的麻烦，这些的困难。但另一方面，神亦都应许这个的大卫话，他不会将大卫来到交给这个的扫罗的手。在撒母耳记上23章14节，这里说，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常在西弗旷野的山的山中，扫罗天天寻索大卫。这句说话说，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虽然呢扫罗天天寻索这个的大卫，要呢攞他的性命，要杀害他，但是14节这里说，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中。不单止这里应许说神呢不将他的命交在扫罗的手当中，撒母耳记上25章29节，神亦都藉着拿伯的妻子亚比该带给这个的大卫一些的神的应许。这里亚比该说，虽然有人起来追逼你，寻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受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同机缘甩石一样。你有没有见到呢，神藉着拿伯的妻亚比该带给大卫的应许，就说呢他的性命是在耶和华神的这个的保护的当中。神保护大卫，好像呢将一些的宝器包裹起来，来到呢是受到保护一样。弟兄姊妹啊，你有没有呢发现一个的问题，一个呢令人呢费解的一件事啊，在人体上来呢实在是难以明白，好像呢这个的事情呢我们不能够去了解。因为一方面神要保护大卫，使到他呢不至于性命丧命，但另一方面呢却叫他呢回去这个的犹大，遭遇呢扫罗呢寻索他命的危险，遭遇呢被杀的这个的危险。弟兄姊妹，我们呢虽然有神的应许话呢我们是他儿女，我们呢会受到神的保护、神的祝福、神的带领，但是呢另一方面神呢亦都是容许我们呢会遭遇到一些的危险，有时会遭遇到一些的难处，遭遇到呢一些的疾病，遭遇到一些的病痛，甚至呢遭遇到一些的咁嘅病毒。我们见到这个其实都是神这个的奥秘。今天我们就要藉着
大卫在这个苦难当中的经历，我们来到去看看为什么神有时候会容许我们落在这个苦难，落在这个难处的里面呢？我们今朝早并不是说我们要寻索，我们去找下苦难的原因。如果我们好像这个约伯和他三个朋友这样，他们都在讨论，在寻索为什么人生会有苦难的呢？这苦难由哪里来的呢？所以呢，约伯和他三个朋友不断地在那里来到去辩论，来到去探索，到最后他们不单止不能够帮助到这个约伯，反而呢使到约伯呢掉落在自怨自艾自义的当中。而这三个朋友亦都是因为他们妄论神，所以呢受到神的这个的责备。所以呢，我们见到我们今天我们不是在这里探索人生为什么有苦难、有难处、有这些病毒的这个侵害。我们只是呢藉着这些难处在逆境当中，我们呢要学三种的功课，三样的功课。第一，神呢是藉着这个逆境是使到人更加的来到去亲近神。如果呢我们一起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话呢，我们见到呢21章和22章，我们呢见到特别21章的时候呢，那里呢全章都没有讲到呢大卫在这个难处的里面呢来到去祈求神。去到22章的时候，就是呢我们见到大卫特别的来到去寻求神了，不单止呢来到自己去寻求神，亦都呢是请这个的祭司阿希米勒来到去为他来到去祈祷。这里22章的第十节话，阿希米勒为他求告耶和华，又给他食物，并给他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刀。我们见到当这个的大卫来到呢21章沉寂，冇来到懂得，唔懂得来到去祈求，唔懂得去寻求神，到22章的时候，他就请祭司阿希米勒为他来到求告耶和华神。弟兄姊妹，有时候呢我们呢会在难处里面灰心到呢自己都唔懂得来到去祈祷，自己都唔懂得点样样来到去祈祷。在这个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应该大家你要互相的你要代求，你都可以将你的需要，将你的难处，心里面呢这些这样的苦闷来到呢请其他的弟兄姊妹，其他的朋友来到呢为你来到去求告耶和华神。不单止来到呢是请人来为我们祈祷，我们自己呢亦都需要来到去求告神，来到去祈祷，来到去亲近神。你看看大卫接下来他自己来到去多次的来到去求告神。在23章的第二节话，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那我们见到呢，当大卫面对这些的非利士敌人的时候，当他呢来到要考虑是不是要去帮这个的基斯拉来到打这个的非利士人的时候，他不是呢再凭着自己的意思，不是凭着自己的想法，自己这个的意气来到呢去攻打这个非利士人，他先
求问耶和华，是自己来到去求问耶和华，问神我可不可以来到去打这些非利士人呢？耶和华神给他答案说你可以去来到去打非利士人，去拯救基斯拉。嗱，我哋见到咧，大卫从请别人为佢祈祷，依家咧系自己嚟到求问耶和华神。廿三章嘅第四节又讲啦，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你起来下基斯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当大卫真正的要出兵来到去攻打这个非利士人的时候，他再次来到去自己来到去求问耶和华可不可以下去来到攻打这个的非利士人。耶和华神清楚的再次告诉他，你起身下去基斯拉，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的手里面。再睇多次啦，喺廿三章十二节上，廿三章嘅第十节话，大卫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啊，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基伊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嗱，呢度咧，我哋见到佢再一次嘅了祈祷，啊，知道咧唔单止要面对呢啲嘅非利士嘅人。他亦都要面对扫罗，因为扫罗呢亦都要落到基伊拉这个地方，要灭这一座的城。换句话说，这个的扫罗亦都要来到基斯拉伊拉的地方，来到呢去攻打大卫，来到去杀害大卫。所以大卫自己来到去祷告，来到去求问神。扫罗其实有好几次咧，差唔多都落喺大卫嘅手里面。大卫其实可以咧杀害佢嘅，大卫咧却冇嚟到去伤害佢，冇咧趁呢个机会咧为自己嚟到去报仇。我哋记得佢喺隐基底一个嘅山窿嘅里面，大卫咧其实有好几次咧可以杀害佢嘅，但系咧。大卫只是咧割咗扫罗嗰个嘅衣襟，啊，当佢咧割完扫罗嘅衣襟之后，大卫咧喺度自责，啊，觉得咧佢咁样做咧系唔啱嘅，所以咧我哋睇到十二记上廿四章第五到第六节话，扫罗咧啊随后大卫心里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弟兄姊妹，我们呢有没有看到在大卫这个的说话的里面，就是廿四章第五和第六节的这个的对话的里面，大卫眼中有哪一个呢？大卫眼中有谁呢？第一，我们看到呢，大卫眼中呢是有扫罗，有人，是不是？他称这个的扫罗就说呢是我的主，几咁的谦卑，说呢扫罗是他的主，而且呢亦都是受告者，两次讲到他是这个受告者，是特别呢来到是得到神的这个的拣选，得到呢神那个的祝福，神那个使用，然后呢将膏油来到呢倒在他的头上，来到呢是受告的。所以我们见到大卫眼当中是有人，眼当中来到有扫罗，他眼当中来到尊重人，眼当中来到呢是看重这个的扫罗，因为他是称他是我的主，是受膏者，是受膏者。好了，除了这个的大卫眼中有人之外，我们看到呢
呢兩節聖經裡面有三次講到耶和華、耶和華、耶和華啊！嗱，佢眼當中咧唔單止有人，更加咧係有神。我哋見到咧大衛何等嘅嚟到去敬畏神，何等嘅嚟到去尊重神。今日喺呢一個嘅世代嘅裡面，我諗咧有好多嘅人。眼中呢是没有神，眼当中亦都呢是没有人。你睇下呢有啲嘅家庭嘅里面有啲人呢是冇呢一个嘅尊卑之分。佢哋呢唔会嚟到呢是尊重佢哋嘅父母。唔会呢嚟到是敬重佢哋嘅父母。有時候咧，唔單止有呢個家庭啊，唔係叫佢嘅父親啊、爸爸或者係媽媽啊，有時咧可能直呼佢嘅名字啊，叫佢咧一個嘅名啊，或者咧甚至係叫佢一啲嘅花名。而做妻子嘅亦都唔去尊重佢哋嘅丈夫啊。聖經教導我哋咧做妻子嘅。應該是尊重我們丈夫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也都教導丈夫呢是要愛自己的妻子。但是呢在現在的家庭裡面有很多就是呢這個的尊卑不分那個的彼此呢沒有了這個尊重，與人相處呢也都是呢目中無人，目空一切不將人呢放在這個的眼內。我想呢不單止家庭呢有這樣的問題，特別呢在北美的華人教會有時候呢同樣也都有這樣的問題。有些教會他們呢不會尊重傳道人可能呢將自己呢看為呢好像老闆一樣這個呢是眼中你都是沒有人，不懂得好像大衛這樣你要尊重耶和華的一些的受告者，從神那裡那邊你要得到的一些的職分他們呢沒有來到去尊重。不單止眼中來到呢是沒有人，或者有些人調回頭就說他們有時候呢看人呢是大過這個的神好像呢有些教會的傳道人在教會當中只 是討好一些的人，特別呢對一些在教會裡面有權有勢的很多時候都不敢呢指出他們不對的地方或者呢也都不敢說一些呢責備的一些的訊息在這個的家庭的裡面有時候會有一些嘅信仰上面呢或者發生一些嘅衝突，信仰上面的衝突有時候基督徒呢都不敢你要提出反對，或者呢是有些有時候家人嚟到呢阻礙我哋嚟到親近神，或者呢是阻礙我哋呢嚟到侍奉神，或者呢我哋對神嘅呢一個嘅親近嘅時候雖然呢人有人咁樣攔阻，我哋呢都唔敢嚟到呢係拒絕。所以求主今日嚟到教導我哋識得點樣嘅嚟到處世處人，我哋應該呢嚟到去彼此尊重眼中我哋呢需要有人，更加重要嘅就呢我哋嘅眼中要看重嘅就係我哋嘅神，是耶和華，是我們的神。我們呢要跟著這個的學習這個大衛一樣，我們見到呢他是何等的了敬畏神，他呢懂得來到敬畏神，他親近神的結果就是呢懂得來到去尊重人，亦都懂得來到去尊重神。這個因為他是從親近神那裡而來的。弟兄姊妹當我們落在這個的難處裡面的時候，
有时候我哋唔明白点解会有啲嘅难处，但我哋需要喺难处当中嚟到系藉着呢啲嘅经历嚟到话俾我哋听，喺当我哋落喺难处里面嘅时候，我哋需要咧更加嘅嚟到去亲近神。嗱，人咧好奇怪噶噃，好多时候咧，我哋喺平安稳妥嘅时候咧，我哋咧就唔识得嚟到去祈祷。啊，有时候咧会落喺危险困难嘅里面嘅时候咧，我哋咧先嚟到去识得嚟到去祷告神，识得嚟到去亲近神。有一次恩雨之声一个嘅节目嚟到咧系介绍一个嘅见证，有一个弟兄啊，佢喺17年前香港呢一个嘅沙士之前。啊，佢咧係非常嘅做生意，非常嘅成功，好發嘅一位嘅弟兄。啊，因為咧佢係第一位嚟到咧係引入流動電話，即係我哋而家嘅手機啊，嚟到咧喺香港啊，嚟到咧去賣啊。佢咧係非常嘅做好成功，好好嘅呢一個嘅生意嘅。这个的成绩不单止呢来到呢是有一份好的这个生意，他后来也都加入了香港旅游发展局那里呢来到工作，十分的忙碌，不断的来到呢是赚钱，但是呢曾几何时在2003年的时候，香港呢大这个沙士大爆发，所以影响这个的市道，它的经济它的收入受到非常大的这个的影响。当它来到是生意失败，没有这个的生意，没有什么收入的时候，它懂得来到再一次的来到去祷告，来到去亲近神，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它自己说当它来到发达的时候，他眼中冇神，亦都冇人。他眼中只系咧有呢一个嘅钱啊，喺佢呢一个嘅眼嘅里面，亦都唔识得嚟到去祷告，嚟到去亲近神。直至到呢一个嘅沙士爆发嘅时候，佢先识得咧嚟到去亲近神。顶住我哋唔愿意，唔希望有人咧，因为喺难处嘅里面。先正咧嚟到亲近神，回到神嘅面前。啊，所以我哋第一样，我哋要喺呢个逆境下边要学嘅功课，就话咧系神藉着逆境，使到人咧识得更加嘅嚟亲近佢。第二方面，神藉着呢一个嘅逆境，先学习嘅功课系要使到人更多嘅嚟到经历神。大卫的一生的里面，我们看到他的经历真的非常的多。好像我们的所说的话，我们的这个的人生都是有五味的人生。哪五味啊？有酸、甜、苦、辣、咸。就是说呢，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呢会经历不同的这些的经验，不同的这些的味道，有酸，也都有甜，有时会痛苦，有时会很辣，有时会很咸，这些这样的经历。大卫的经历也都是可以见到他随着他的人生的阶段，对神也都有不同的经历，还有不同的这个的认识。我们看到大卫人生当中呢，他呢可以说呢有三个很特别的经历，当然呢他还有其他的经历啦，我们只是呢来到看举这三个的经历。第一，他呢遇到野兽的这个的经历。在撒母耳记上17章34、35节的里面，你看看呢，
佢喺呢一個嘅做呢一個嘅牧羊人嘅時候一啲嘅經歷。呢度話大衛對掃羅說：你仆人為父親放羊，有時來了獅子，有時來了熊，從群中行一隻羊羔去，我就追趕他，擊殺他，將羊羔從他口中救出來。他起來要殺我，要害我，我就抽着他的胡子，將他打死。這個是大衛去到掃羅面前有自戰，來到是去打敵人的時候，他是講到他細個的時候這個的經一個嘅人生其中嘅一個嘅經歷，因為咧佢而家要去打呢個巨人哥利亞，佢咧嚟到自戰，嚟到咧要去打佢，所以咧同大衛話，佢喺佢呢一個嘅放羊嘅經驗嘅裏面，有時候咧嚟到獅子啦，嚟咗熊啦，嚟到咧將佢其中一隻羊咧擔咗去啦，佢就追趕他，他就抽住他的胡鬚嚟到咧，將佢打死。啊，你見到咧，佢實在咧係有呢一個嘅遇到野獸嘅一個危險嘅經歷，因為喺曠野放羊嘅時候，好多時候都有呢啲嘅猛獸，有啲嘅獅子，有啲咁嘅熊嚟到去出現，嚟到傷會傷害佢。會咧嚟到去殺佢，或者咧會嚟到咧係將佢嘅羊嚟到咧係擔走，嚟到咧殺害佢嘅羊群。所以佢有個經驗就話咧，佢可以咧嚟到打贏呢啲嘅獅子，嚟到咧打死呢啲嘅熊。第二個嘅經驗喺呢一個嘅17:37，大衛又說。耶和華救我脱離獅子和熊的手，也必救我脱離這非利士人的手。同樣咧，大衛喺度咧自戰嘅時候咧所講嘅，唔單止佢咧曾經係勝過呢啲嘅獅子，勝過呢啲嘅熊，佢亦都深信話過去神點樣嘅嚟到去救佢。依家佢亦都可以咧救佢脱离呢一个嘅巨人哥利亚嘅呢一个嘅手，呢、这、一个咧系第二个嘅呢一个嘅经验。我哋有见到喺呢一个嘅扫罗要杀害大卫嘅时候，好奇怪就话咧，当扫罗要杀害嘅时候咧，佢咧可以能够咧系得到。这个的逃脱能够呢是脱离扫罗这个的计谋。为什么呢扫罗呢一直要追杀大卫，但是呢次次都被大卫来到逃脱到的呢？原来当中呢有一个人呢时时暗中的来到帮助这个的大卫。这个就是扫罗的仔约拿丹，一直的来到帮这个的大卫，亦都有时候呢会去刺探下他父亲扫罗的心意，看看呢扫罗呢预备呢他的计谋是怎么样，然后呢知道之后即刻呢就通风报信呢来到给这个的大卫，所以呢大卫就可以呢不中这个的扫罗的陷阱，可以呢来到是脱离扫罗的这个的追杀。中国人有句话，上阵不离父子兵，这个呢是常态来的，就说呢父子一定是会连线连埋一起连阵一起呢来到去抗敌的。应该按住常理来说，这个扫罗的仔约拿丹呢应该是同父亲呢是同一条阵线，一起呢来对付大卫至啱。因为大卫呢是已经被安立成为第二任的以色列王。如果大卫存在的话，
约拿单咧就冇机会嚟到系接续佢嘅父亲扫罗为王嘅。应该你要讲咧，佢要站喺父亲嘅一条阵线，一齐咧嚟到对付要杀害衰杀大卫治啱。但系咧奇怪，呢、这个嘅约拿单竟然咧企喺呢一个嘅大卫嗰一边，时时嘅嚟到去维护呢一个嘅大卫。嗱，呢个咧系唔正常，系反常嘅一件事。因为咧做仔女嘅多数咧都系拥护维护佢个父亲，就好似中国另外一句嘅说话话：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喺儿女嘅眼光当中睇父母咧，都系咧好好嘅，冇错嘅，冇嘢咧系唔啱嘅。因為咧，天下無不是之父母啊！無論咧呢一個父母喺屋喺家嘅裏面點樣嘅唔盡佢哋父母嘅呢一個嘅責任啊，或者咧喺家嘅裏面咧點樣樣嚟到咧係失咗呢一個嘅父母應有嘅呢一個嘅身份呢一個立場啊，做仔女嘅都會嚟到去。尊重佢个父母啊，亦都咧唔会嚟到咧系侮辱佢呢一个嘅父母。但系咧，我哋见到喺大卫嘅经历嘅里面啊，佢咧系睇到一啲嘅唔系好合理嘅一啲嘅事情都发生嘅身上，就系咧扫罗嘅仔竟然咧又企喺。佢嘅旁邊嚇喺佢嗰邊嚟到咧，係幫助佢。第三個大衛嘅人生嘅經歷嘅裏面啊，係喺撒母耳記上23:26-28嗰度咧，講到咧一個絕壁難逃嘅一個嘅危險啊。呢段聖經話，掃羅和跟隨他的人四面圍住大衛和跟隨他的人，要拿獲他們。忽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犯境抢掠，请王快快回去。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回去攻打非利士人。因此那地方的名叫西拉哈马希罗杰。嗱，呢一度咧係嚟到一個嘅地方啊，其實咧係喺馬雲嘅一個嘅曠野啊，嗰度咧掃羅嚟到派呢啲嘅兵丁咧，團團嘅喺山頭上邊咧圍住呢一個嘅大衛，可以講咧大衛咧係插翼都會難飛噶啦，但係咧喺千軍一發嘅時候，有使者從以色列嗰度。嚟到見呢一個嘅掃羅，話俾掃羅聽咧，非利士人咧嚟到犯境，嚟到去搶掠啊，請掃羅咧嚟到速班師回朝，快快嘅嚟到班師回朝。掃羅因為咧要救佢自己嘅國民啊，救佢自己嘅地方，所以咧唯有暫時咧放棄追趕呢一個嘅大衛。就翻到去嚟到去打呢个嘅非利士人，所以大卫将呢个名起名叫做西拉哈马希罗杰，意思就话咧系能够喺绝壁嘅当中嚟到咧系逃脱，即系话咧喺悬崖峭壁啊嘅里边咧，能够咧系得到呢一个嘅逃生吓，得到咧呢一个嘅逃命。大卫能够死里面逃生，佢深深嘅经历神系佢嘅拯救，系佢随时嘅呢一个嘅力量。弟兄姊妹啊，今日我哋亦都系喺呢一个嘅难处嘅里面啊，有时咧神会藉着呢啲嘅难处嘅当中，又俾我哋有更深对神嘅经历。我哋咧能够更知道更清楚神嗰个嘅与我哋嚟到去同在。
台灣有一間嘅福音戒毒嘅中心，有一位嘅學員有一日咧嚟到係要舉行呢一個嘅畢業典禮，所以咧佢特別嚟到咧係邀請佢嘅母親去到嗰個地方咧嚟到咧係參觀佢呢一個嘅畢業典禮。佢媽媽收到呢封信都係好高興啦。因為咧個仔咧以前咧係吸毒，依家咧入咗呢一個嘅福音戒毒中心，完成咗戒毒啦，做翻個嘅正常人啦，所以咧佢咧又係好高興，預備咧係要去參加佢呢一個嘅畢業嘅典禮，一齊咧同佢咧係慶祝佢呢一個嘅重生。當佢去到呢一個嘅戒毒中心，去到目的地嘅時候，有人咧嚟到通知佢，話俾佢聽一件嘅事，就話咧佢嘅仔喺前一日就係咧呢個畢業典禮舉行之前嘅一日，參加咗咧佢哋中心入邊嘅信咗主嘅學員一齊咧嚟到有一個嘅浸禮。佢個仔咧就係其中嘅一個人一位嚟接受浸禮信主嚟到咧係接受呢一個水禮所以咧一群嘅人同埋牧師就去到呢一個海邊嚟到咧係接受浸禮當浸禮完之後佢個仔就同啲嘅同學一齊咧繼續嘅喺海嗰度咧嚟到去游水。好不幸嗰一日佢个仔嚟到咧系发生咗意外就沉咗落去呢一个个海底唔见咗失咗踪经过咧一轮嘅搜救打捞之后就将佢仔咧嚟救翻上嚟但好可惜佢个仔咧已经系回天乏术已经咧系死咗啦被主咧嚟接走咗啦所以咧呢一间嘅戒毒中心嘅負責人嚟到咧，同佢咧係同呢個媽媽話俾佢聽呢件事解釋俾佢哋聽當然呢、這個媽媽聽嘅時候咧，非常非常嘅傷心因為咧個仔係戒毒成功啦而且咧受埋浸添歸入主嘅名下啦。咁今日嘅畢業禮應該係高高興興嚟到咧係舉行至啱嘅。咁但係咧，竟然嚟到佢仔咧係被呢一個嘅浸死咗所以咧係十分嘅呢一個嘅難過所以咧翻到去住嘅地方喺度咧喊得咧係好可憐當佢嚟到咧係喊到咧係好攰嘅時候，就慢慢慢慢咧瞓著咗啦。佢瞓著咗之後突然間咧聽到。一把嘅聲音喺夢嘅裏面咧嚟到咧係話俾佢聽，佢話咧媽媽，你唔使咧嚟到係為我嚟到去擔心，唔好咧嚟到傷心，因為我依家咧係喺主耶穌呢一個嘅懷抱嘅當中，我喺神國嘅裏面，神嘅國嘅裏面咧嚟到咧係享受呢一個嘅福樂。所以咧，你唔好嚟到咧為我傷心你要咧繼續嘅，要係信心咧，能夠去堅定，能夠咧係識得點樣樣嘅繼續嘅嚟侍奉神當佢咧醒咗之後，佢咧就決定就話咧，我要咧翻到去我仔讀喺呢一個嘅福音戒毒中心嗰一度嚟到咧幫佢哋做呢一個嘅。煮飯嘅工作因為咧中心嗰度咧係需要人咧嚟到係做義工嚟到咧係幫手做呢一個嘅煮食，所以佢去到呢個中心嘅裏面咧，一直嘅嚟到去幫忙喺廚房裏面咧嚟到做呢一個嘅煮食，嚟到供應啲學員呢一個嘅三餐喺嗰度一路嘅嚟到做到佢退休為止。所以我哋見到，如果唔係個仔遭遇呢件嘅事嘅話，佢咧唔會嚟到咧係奉獻，將自己奉獻出嚟，
喺呢一个嘅戒毒中心嗰一度嚟到咧，系做呢一个嘅煮饭，呢一个嘅侍奉啊，所以佢经历过神啊呢啲嘅难处俾佢嘅难处之后啊，佢咧嚟到更加嘅嚟到系成熟啦。所以第三方面，我哋见到就话咧呢个逆境嘅下边，我要学习个功课。 神要藉着呢个逆境，使到人更加嘅成熟，更加嘅嚟到成长。嗱，我哋睇翻呢一个嘅大卫嘅生平，扫罗咧次次嘅啊屡次嘅嚟到去上当。嗱，我哋记得当巨人哥利亚嚟骂阵嘅时候，扫罗咧曾经。 嚟到系应许话，如果边个咧肯为我嚟到出去打呢一个嘅巨人哥利亚，打赢佢杀死佢嘅话咧，我愿意咧将我个女米拉咧嚟到系嫁俾佢为妻。大卫亦都咧系奋勇嘅嚟到为扫罗嚟到去打仗。其实咧呢个个扫罗咧。 心唔系几好嘅话，喺呢一个嘅撒母耳记上18章17节话，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要藉非利士人的手害他。表面上边，佢好似咧嚟到系。 想呢一个嘅大卫要为佢杀呢一个嘅巨人哥利亚之后咧，将佢嘅女米拉要俾过佢为妻，但系咧呢度话其实佢系想藉着非利士人嘅手嚟到去杀害呢一个嘅大卫。当呢一个嘅大卫真系咧打赢咗呢一个嘅哥利亚啦，杀死咗。 哥利亚啦，佢战胜翻嚟嘅时候，佢发现咧，扫罗原来咧已经将佢嘅大女米拉咧许配咗其他嘅人啦。咁扫罗亦都再提出另外一个嘅提议，就话咧，我可以将我嘅次女第二个女咧米甲咧俾你为妻，但咧我需要咧有100块嘅非利士人嘅。 呢一个嘅羊皮嚟到系作呢一个嘅聘礼，嗱呢度喺撒母耳记上18章25节话俾佢听，扫罗说：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王不要什么聘礼，只要100非利士人的羊皮，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扫罗的意思要使大卫丧在非利士人的。 手里啊，你有冇见到啊？原来咧呢一个嘅扫罗话佢要有100块非利士人嘅羊皮嚟到作啊，娶佢第二个女嘅聘礼啊嘅时候咧，其实咧佢主要嘅就话咧想藉着呢一个非利士人嘅手嚟到咧系杀害啊呢一个嘅大卫。 大卫咧竟然傻更更啊，竟然咧你要答应呢一个咁嘅要求，要咧出去咧要杀呢啲嘅非利士人，要攞非利士人嘅羊皮，唔单止咧嚟到咧攞100块嘅羊皮啊，佢更加咧杀死咗200个嘅非利士人，攞咗咧双倍嘅羊皮咧嚟到系俾个呢一个嘅扫罗。弟兄姊妹有冇见到大卫？ 几咁唔成熟啊！俾人呃完一次又一次，佢咧唔知道扫罗嗰个心意系要藉着呢啲嘅非利士人咧嚟到系要杀害佢。若果大卫喺呢个时候佢嘅心智咁唔成熟，点样可以咧嚟到做皇帝咧？点样样咧可以咧嚟到担负呢一个嘅更大嘅工作？ 更大嘅事业咧，所以见到神要藉着呢啲嘅难处，藉着扫罗呢啲嘅追杀，使到佢更加嘅
嚟到去成熟，嚟到咧係俾佢認識更多嘅呢一個嘅世面。嗱，我哋中國人都有一句話：遇一事，長一智。嗱，呢個咧係好好嘅，俾大衛嘅一個嘅人生嘅寫照，亦都係俾我哋一個嘅寫照。嗱，有時我哋遇到呢啲嘅難處嘅時候，喺呢一個嘅逆境裡面嘅時候，讓我哋咧能夠遇到啦，我哋咧要學習喺當中，要學習一啲嘅功課。今日係四月份嘅第一個嘅主日，我哋咧亦都係有呢一個嘅聖餐。請已經係喺信裏面咧，喺我嘅電郵嘅裏面咧，嚟到係預早提醒弟兄姊妹自己咧嚟到係攞呢一個嘅預備呢一個嘅蘇打餅或者無酵嘅餅啦，同埋咧一杯仔呢一個嘅菩提汁咁大家咧可以依家咧嚟到去將呢個餅呢、這個嘅杯菩提汁咧攞出嚟我哋咧亦都會藉著呢一個嘅網上我哋咧一齊嚟到去喺呢段嘅時間裏面咧。嚟到咧係紀念主喺十字架上邊為我哋流血，為我哋捨身嘅身體，為我哋嚟到擘開。嗱，我哋咧用一首嘅詩歌嚟到預備我哋嘅心嚟到守呢一個聖餐啦。嗱，我哋咧一齊會唱為我受傷。嗱，我哋咧只係唱第一同埋咧第二兩節。完咗呢一個嘅聖餐之後，我哋會唱埋咧第三、第四節因為呢首歌唔可以咧嚟到係唔唱第三、第四節唔能夠咧淨係唱第一、第二兩節，因為第一節話咧耶穌為我哋嚟到去受傷喺十字架上邊為我哋受傷，第二節話耶穌咧為我哋受死喺十字架上邊要為我哋受死，之後咧第三節咧。講到耶穌是為我們復活，第四節說耶穌為我們會再來，所以四節我們都需要唱，但我們分開兩段，我們先唱第一和第二兩節，大家可以跟著這個的琴聲，我們來唱這首的詩歌《為我受傷》。受傷十字架上耶穌為我受傷，追夢赦免我感打著釋放，因救主耶穌為我受傷，為我受死，為我受死，十字架上耶穌為我受死，因他受死我得救贖福氣，他因救贖耶穌為我受死。我們的主為我們受傷，為我們來到去受死，點解佢要受傷？點解要受死呢？聖經話完全係為咗我嘅緣故而受傷，為咗我嘅緣故而受死。我哋領受聖餐之前，我哋咧嚟讀呢一段嘅聖經，係《哥林多前書》11:23-29，呢度話：我當日傳給你們的，原是從主領受的，就是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應當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28至29节，我们一起了读出来好吗？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再一次的来到去提醒我们，我们现在要去领受的这个的圣餐，我们呢是知道是主耶稣自己亲自所设立的，是要提醒我们，教导我们要时时的来到这样的来遵守，直至到主耶稣第二次的再来。所以我们要来到一间藉着饼来到纪念主为我们受伤，为我们来到受死，他身体为我们擘开，之后我们再会用这个菩提汁来到呢是预表主耶稣的宝血来为我们来到去流出来。保罗在28和29节提醒我们，我们应该自己先省察，之后先正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因为我们要分辨这个是主的身体，我们呢不是在这里随便的来吃喝。所以我请弟兄姊妹一起的自己来到去祈祷，来在神的面前有一 个安静的时间，求圣灵来到去光照我们，来到去帮助我们。若果有什么地方我们呢是得罪神得罪人的，请你呢来到向神来到认罪，来到悔改，来到呢是求主的宝血现在就去洁净我们，请你自己来到去祈祷。主耶稣，我们多谢你今早早我们可以在一起来到是藉着这个的饼，藉着这个杯，我们呢来到去纪念你，为我们来到是身体被擘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到为我们的缘故流出这个宝血，要洗净我们各人的罪。所以当我们领受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代表了你这个身体，代表了这个血，我们应该先自己好的省察，之后我们先正去领受这个饼和这个杯。当弟兄姊妹来到默默的自己祈祷的时候，求主来到去垂听我们的祷告，赦免我们隐而未言的罪，赦免我们这个的生活上面我们呢一切这个的亏欠。求主听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主耶稣就拿起这个饼来，就擘开话，这个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这样的舍去的，所以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现在我们也都来到呢是去领受这个的饼，一起的来到纪念主为我们钉身在十字架上，我们一起的来到去吃这一块的饼，来到去纪念主。接下来主耶稣亦都拿起杯来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现在我们都一起的来到去喝这个的杯，领受这个杯，这个的汁是代表了主耶稣的血
你要为我哋流出嚟，使我哋嘅罪得赦免。我哋一齐嚟到去领受呢一个嘅杯。我哋继续嚟到要去唱刚才嗰首嘅诗歌，为我受伤嘅第三节同埋第四节，佢为我哋复活之后会为我哋再嚟。我哋唱第三同埋第四节。主耶稣为我哋再嚟，为我复活，从繁忙里，主为我已复活，死亡毒咬今后不能害我，皆因救主耶稣为我复活，为我再来，为我再来，别有一天，主要为我再来，见主慈眼可得喜乐畅快，满心赞美主，他为我再来。我哋感谢主，我哋咧一齐嘅又做一个嘅祈祷，同埋咧领受神嘅祝福啊！主耶稣，我哋好多谢你。今朝早我哋虽然唔能够同弟兄姊妹嚟到系聚埋一齐面对面嚟一齐嘅嚟去敬拜你，我哋藉着呢一个嘅网上，我哋都系可以同弟兄姊妹。有同一个嘅心，同一个灵，我哋一切嘅嚟到敬拜，亦都一切嚟到去守呢一个嘅圣餐，藉着饼，藉着呢一个嘅杯嚟激励我哋呢一个嘅爱主嘅心。我哋感谢你，虽然咧我哋同样继续喺呢一个嘅疫症嘅下边，我哋喺逆境嘅当中，但要我哋喺当中，你要学习一啲嘅功课。好似咧呢一个嘅大卫所学嘅呢啲嘅功课一样，主啊，求你嚟到教导我哋，俾我哋嘅属灵嘅生命更加嘅成熟，更加嘅嚟到成长，我哋都能够嚟到识得多祷告，识得嚟到多亲近你，我哋都能够系藉着弟兄姊妹互相嘅代求。嚟到係將呢一個嘅難處嚟到縮短，所以求你嚟到施恩憐憫，與臨我哋今日喺你面前嘅敬拜，亦都肯求主嚟到使到呢一個嘅疫症呢一個逆境能夠快快嘅嚟到過去，保守每位弟兄姊妹喺屋企。嚟到唔会受到任何嘅呢一个嘅危险，每一位都能够有健壮嘅身体，以致我哋可以好快嘅喺教会里面嚟到再一次嘅聚埋一齐嚟到聚会嚟到亲近你，所以求你嚟到去保守我哋众弟兄姊妹，亦都愿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合一嘅真神。常与我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直到主耶稣基督再嚟，阿门。我一齐嚟到去唱三一颂啊！姊妹好，欢迎大家今日喺三一华人浸信会嘅网页上一齐嚟到敬拜神。唔管我哋喺咩地点，
都要用心灵同埋诚实嚟到敬拜我哋嘅父神。请大家尽量喺呢个网页崇拜当中，就如同你平常做礼拜一样，唔会一味做崇拜，一味食嘢或者打手机。要专心嚟到做礼拜，相信神必定会悦纳我哋一齐虔心嘅敬拜。第二样事情就是以后我哋各堂崇拜嘅网路播放都是按照我哋教会原本嘅时间，请大家准时上网收睇。你可以直接到教会嘅网页 tccbc.org 网络连见上网，但系请大家记住时间未到，你系冇办法上网睇呢个崇拜嘅。好，咁仲有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我哋。因為呢個 COVID-19 疫情嘅顧忌，教會嘅事工即係改到為喺呢個網站，好多事項都係喺網站嚟到舉行，直至到疫情受到控制或者平息為止。不便之處，請大家喺主裏面包容，互相體恤。好，我哋報告就到此為止，我哋默禱之後，我哋散會。